阿娘，阿娘，夫人，阿娘怎么回事？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宁姨母她死了，不是我杀的，我没有杀宁姨母。阿娘，不偷银钱，说明不是为财而来。能在短时间内运走大量生丝，说明早有准备，又恰好在我阿娘出事的时候行动。 我让你从今往后为我染丝配色，要你号令飞花会和余家为我所用，要你跟着白某一起回到南诏。原来这才是白郎君对我的真正目的。你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，以你的能力，益州这个舞台太小了。白郎君大可不必把买人为奴说得如此好听。 你已经四面楚歌了，还不肯低头，难不成你要找那个赵景王吗？老实说，钱从哪儿来的？老子都打听好几天了。你欠的那些钱，在你夫人来赎你之前，早就已经还完了，用什么钱还的？是不是金家的一千万？不是，英雄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这就是我的钱呀、啊。你的钱，你是不是为了那一千万，你杀了你的夫人，你还赖别人啊？哎。 你们是金英英派来的吧？啊，记什么？我问你钱哪来的？你这要踢着别人干什么？回去告诉金英英，今天就是打死老子，这人也是他阿娘杀的。我这说是说太直白了，宝宝。既然敢拿出去赌，就说明他已经想好了理由，估计问不出什么实话。